李菲儿作为娱乐圈中身材最好的明星之一，李菲儿减肥的秘诀一直是大家想要知道的。就在最近，李菲儿再次晒出减肥的照片，身穿了一件红色的篮球运动服，这种穿搭也是深受了许多小姐姐的喜爱。Oversize 能轻松营造出下身消失的感觉。内搭挑选了一件白色的 T 恤，不怕因为宽松的设计而显得累赘，特别有活力感，大长腿也秀出来了。下面是李菲儿的私服搭配，一款休闲的西装穿搭，黑色的设计显得低调随性，带着一个白色的小印花设计，很有学生范儿。内搭白色衬衫就完事儿了，搭配一条黑色的单车裤，经典的黑白配不会过时，穿上彩色运动鞋，少女感出来了。这身搭配就略显成熟，白色的衬衫给人一种职场 OL 风的感觉，下搭了一条牛仔七分长裤，裤脚用了破洞的设计，显得格外随性时尚，再踩上一双小白鞋，满满的休闲感，格外清新脱俗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